大家好，我是 PVK， 我是咱台湾业余乒乓比赛后边，这道比赛是台湾长期杯四十岁组团体赛。由画面中左手边代表阳光桌协出战的杨尔成选手迎战画面中右手边的蛇卧棋谁郑天祥。杨尔成曾经在2016年大专校友杯公开组中获单打季军的好成绩，而郑天祥选手曾经在2022年国际自由杯四十岁组单打赛中获季军的殊荣。好的，废话不多说 ，Ready Go。对啊，
间收就过去哦，又告别讲再会喽，拜拜。